活动已经列入台南市的有形文化资产。那这个活动，我们希望说能够维持啊一代一代传承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很多小朋友，他能够让他们跟小朋友介绍，能够了解，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啊这个长辈这个瓜林文化哈，怎么样子这个鸽子背上那个瓜林，然后这个啊比赛在征讨旗杆，来比赛。啊，总共这边有20个社区，啊，总共12队来参加。咱希望讲未来搁较有，搁较侪人。因为我伫台南市咧做迄个文创的工作啦，我感觉讲吼，咱德宝有啥物特色，会使互外口的人有兴趣，啊，搁代表咱德阿卡的文化。所以我尾后感觉是，咱这分角度吼，就是咱有法度连接两地的一个最大公约数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社区发展协会之前已经整理起来的空屋。我本来我感觉讲这厝大概整理开拢唔知影要安怎用，所以我就用我做工课的经验，我甲内底像今日记者会安尼，内底就是有一挂灯亮，内底有一挂阮遮在地居民做的一挂手作的物件，包括你今日看到的这個，还有阮遮厝的一挂彩绘，就是拢艺术家带阮遮乡亲做伙做的。